面临被割头颅，波尔依然表现坚强同冷静，后来他的事迹仲被拍成电影。正式開始，正式開始啲咩啊？嚇！我同你講嘢啊！做咩唔應承咁冇禮貌噶？你想點啊？你唔好嘥心機啦！你暈咗喺一個裝咗好多閉路電視嘅密室。你黐線噶！你做咩暈住我啊？我想你幫我做一件事。喺呢個世界咧。只是你才做到的。